哎，我们四个人一起杀雷拉。太雷拉，我要找这雷拉吧。Double kill， 我继续杀雷拉算了。大家好，我是麦上，今天我们要玩 Mobile Legends Rank Game， 因为我很久没有打 Rank Game 了，我也是很想念我的 Optimus Prime， 所以今天我要玩 Optimus Prime Johnson， 我 show 我的 win rate， 哇，我拿 Mage 装我们的 Tank Johnson， 终于诞生了。我有没有录过 Tank Johnson？Jungle Johnson 啊，这是第一次嘛。Good to be back with Johnson as Jungler。我们有 Glue、Hilda 三个 Tank， 他们还要能再挂我们的皮肤吧，完全不能伤害到我们。让我证明给你们看，我的 Johnson 的实力一直都在的。OK， 很想念哎，很久没有玩了。Optimus Prime。叫他们去拿那个 lift， 看我的 damage 能不能炸爆炸他。诶，应该可以赢耶，可以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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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es 啦，呜呼！我要 aim 的是雷拉，其实雷拉是最好 aim 的英雄，我跟你讲啊，喂，来，上车。喂，这个雷拉送死啊！我以为中我那个米娅不要跟我一起来。哎呦，喂，你看我 jungling 的 speed， 喂，这是开玩笑哎、欸！他、啊、不能说我这样的，卡迪达克我是吗？啊，卡迪达克我是、啊。哎，这个没有奥迪，没有奥迪，还不死。来，卡迪达来，哇！哎 ，Epic Rain 的这个 teammate 很好哎，比很久没有遇到这样好的 teammate 了，难得回来。这个还不死啊，有第二条命有用啊！哎呀，来，哎，我要保护 ，OK， 等他回来。他会不灵回来吗？哇，这个猪开玩笑！我们继续杀雷拉，我们杀他一百次今天。你闪现什么？那个还要用掉他的那个椅子啊！你们看到哦，还在搞笑哎，还搞笑，还用掉他的那个位移啊！用完了，拜拜。哎，等一下，不可能，这个是 bot 啦啊！我是强的，是因为我太强，所以他们才会一直这样容易被杀，是因为我强到对手感觉好像爆浆。看我打野情况呀，喂，Triple kill， 很久没有游车和摇车哈，我们摇。哎，你讲你已经死了对不？我尽我所能杀越多越好，然后给大家看，哇，装饰打野可以几块，你看了吗？我几块 clear， 下面两个 victim 等着我来杀 ，OK， 我的队友太强了，不用 request backup 啊。我杀！哎，我们四个人一起杀雷拉，四个人围殴雷拉，雷拉真的是可怜。我们救他，拜拜！哇，看我 magic damage 快过这个 Xavier 杀啊！
我们不要这样快推进去啊，因为我要杀这个法拉米。Hello， 法拉米已经跑到这边。Bro， 我继续杀雷拉算了。Well， 我买我的 equipment 买到我可以 one hit 雷拉 ，OK？ 喂，等下，我看他会 retreat 吗 ？OK， so far 还是不会 retreat， 然后他会站这给我杀吗？啊，会。我们继续 try 杀到完全部啦，这边有 Faramis 跑去那里了，这里。喂，不要玩，我不要死。三塔，很准的，喂。如果这是 bot 的话，我真的是下水了。哎呦，不要再纠结了，我要杀到完全部人。杀到完全不然 ，Let's go！ 喂，这么谁跟我抢杀？喂，谁跟我抢杀？全部人跟我抢杀！啊，雷拉，我们 try one shot 雷拉 ，one shot 雷拉 ，Let's go！one shot 雷拉 ，OK， 拜拜。哇，我基本上被杀。嗨，雷拉。太累了，我要找这个雷拉吧。Double kill, triple kill。我们等。我已经来看到了 ，OK， 呜，打两个直接 ，OK，Mission accomplish， 啊，他们不要推塔 ，OK， 哇，OK，Good to be back，Johnson， 回来了，哦，好想念。为什么他们会赖回我的、啊、请问怎么还要会赖回我，这个是 bot 的那个 system 啊，大家你们在留言底下可以 comment 到底你们觉得是 bot 还是不是 bot， 还是因为我的 Optimus Prime 打野太强了。好的，大家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 Mobile Legends 影片，喜欢的话记得按一个 like， subscribe， 在底下留言， OK，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了，好，冰处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